无语事件发生。我发现我一发内衣裤视频，就一定会有人在底下留言，男生可以穿吗？男生也想要。我出去打篮球可以吗？打篮球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今天就是为女生分享内裤的同时呢，也特地为你们男生安排了几条小内内，那贴心打在公屏上。哦，对了，不要忘记艾特女朋友哦。这次一共准备了14条内裤，好看好穿又便宜，学生党宝妈上班族都很合适，性感、纯欲、日常、生理期全都有，记得点赞收藏哦。先分享男士的吧。第一条是这种莫代尔的平角裤，面料呢很轻薄透气，很柔软亲肤，弹力也巨大，无论你是打篮球还是踢足球都非常的舒适，而且深灰色也非常的低调百搭，彰显男人魅力。第二条是这种无痕冰丝的平角裤，这个手感摸上去特丝滑，就夏天穿的薄薄凉凉的感觉，很舒服。它后面呢还有一个这种小皮标，它的作用呢就是让你能在不经意间露出内裤边边的时候，让人觉得哇，他穿的内裤好高级，我也想拥有。OK， 下面进入女生专题。第一款是一个透视碎花蕾丝小内裤，标题名叫在逃公主，哇，瞬间有点味儿，就浪漫可爱又唯美。它里面这个小袋子跟面料一样，都是有弹力的，非常能修饰腰胯比例。面料是这种微透的，上身一整个纯欲娇羞又性感。第二款是一个镂空蕾丝小内裤，这款我也称之为内裤中的白月光，清冷简约又高级。关键是它的这个高开叉特显腿长，蕾拉适合粗腿妹子。中间的这个面料呢，宛如蝉翼一般，轻薄丝滑，舒适又性感。这个内裤夏天穿太得劲儿了。第三款是一个高开叉蕾丝小内裤，如果把上一件比作冰清女神的话，那这一件绝对是性感尤物。黑色真的是巨显瘦显腿长，通体是这种透视蕾丝的，就非常的御姐，很撩人，很适合成熟系的，像宝妈、上班族这种约会搞一条，直接拿捏。第四款是一个低腰交叉蕾丝内裤，它是这种纯棉面料和蕾丝网纱拼接的，后面也是透视的蕾丝网纱交叉，这个版型上身真的巨好看，咱也不知道人是怎么设计的，反正就是一整个腰细臀大，性感而不自知，纯欲可爱又少女。第五款是一个百褶冰沙裤，哇，这个手感我真的一摸就爱上了，这种滑滑凉凉的，夏天穿肯定超级爽，而且它通体的面料都是这种褶皱，弹力很大，烫宝宝也 OK， 弹力蕾丝裤脚，而且这个蕾丝很柔软，不会磨刀，颜色也很小清新，就很适合雪上的宝宝。第六款是一个奶油泡芙花纹蕾丝内裤，这条颜色很少女，这种甜美清新系的浅袖蕾丝搭配一个小蝴蝶结，一整个仙气十足。面料呢是这种弹力很大的透视蕾丝，它就是这种若隐若现的，纯欲中呢又带着一丝小性感。第七款是一个欧美风低腰三角裤，这款简直是辣妹必备，面料纯棉的，很吸湿透气，款式呢是一整个简约运动风，小低腰搭配一个复古爱心吊环扣，就很美式甜心，可爱显瘦又辣妹。第八款是一个中腰莫代尔裤，来看到这里的微胖宝宝可以起立了，这款弹力巨大，很适合屁股大小肚子肉多的宝宝，中腰呢还能起到一个微微收腹的作用，无痕弹力裤腿，不卡裆的同时呢能避免尴尬，蚕丝一斤抵当，舒适又安心，非常日常且实用的一条内裤。第九款也是一个莫代尔内裤，面料真的很轻薄，巨丝滑又亲肤透气，追求舒适度爱裸睡的都可以尝试一下，它就是那种无痕到宛若无物的体验感，没穿过无痕内裤的我相信你一次就能爱上。第十款是一个运动少女内裤，纯棉面料很吸湿透气，字母腰头搭清新蓝配色，简约运动又日常，无痕爆标裤腿不卡裆，舒适又通勤，简直学生党必备。第十一款是一个清新条纹内裤，这款真的很甜美少女，纯棉面料弹力大又很耐穿，黄白色条纹简单又俏皮，很日系可爱的那种感觉，贼拉适合学生党。最后一款是一个生理内裤，它是中腰来姨妈的时候呢能很好的避免小肚子受凉，面料呢是沾纤的，很轻薄透气，而且比纯棉的更加易清洗，不小心弄上血渍也不用担心，底裆也是做了一个大面积的防侧漏，一整个很安心，小蝴蝶结搭配整个淡黄色的配色超级的可爱。好了宝宝们，那么视频到这边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赞、投币、弹幕、收藏、评论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